哎呦！哎呦我操！30秒남았습니다。打野努努啊！你等会儿，现在你推雪球，我们就跟不上。哎，还有意外收获。迎面走过来个小倒霉蛋儿，就是这个人头我没抢到，可惜了。能看评分的是哪个 APP？ 不是，它是微信小程序，韩服排行。韩服排行，给我打钱。别丢兵。Nice。这抠给你抠的，下波可以直接上了啊。先打一波，不好杀，算了，他有饼干。呀，我操了，这玩意儿！这玩意儿能二级上来抓人呐？哎呀，我是真是他妈长见识了。항상최고를추구해那中路连个 E 都没学，那都二级往上跑。哎，不过我是被单杀的呀。你这没办法，这吸血鬼吧，确实前期就弱。这波蓝枪可能还在我这儿啊，右边插个眼儿。把这波兵收了，收了再跟他打。打不动了，还没到打不动的地步。
他可能在这草丛里边啊。他打了个锁着甲出来。哎呦我操！这小子 W 好了呀，你差个零点几秒。这回有点打不动了。刚才可能还能打动点，现在有点费劲了，有点打不动了。等个点盐，等个大吧。我出两个多蓝可能能好打一点，就是出提亚马特的时间就慢了。挺难玩啊。呀，这还闪呢！旁边有蓝枪，我看看这奥恩在没在这里回城啊？瞅他一眼。算了，杀不了。弄啥？没有大吗？你咋不放大呢？为啥不放大呀？你放大我接闪了。这你不放大，我天哪！真他妈的硬！太装备了，这有什么好装的呢，兄弟？就即使你这么用，我是不是带个点盐？硬吃我塔皮还？我也吃你一层塔皮。
人家这奥恩没有传送啊。你再继续，他去下路了。还好没回家啊，回家这层塔皮吃不到了。哎呀，没蓝确实挺难受啊！啥时候能给我来个小饼干啊？再吃一层。妈呀！两个人跑上路了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有个闪现，先来个黑切，替阿玛特后边补。漂亮啊！他俩应该拆不掉我这个塔，没事儿。小龙还是我们家的，两条龙可以。这把得出黑切了。这也不敢拆了呀，这能拆不？拆一层得了吧，有点危险，薛威。蓝枪在这个位置。好像不是蓝枪。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呀，算了吧。回家把提亚马特补了，有黑切就能打得动他了。这把就不能出三项了，这把没有优势太大，出不了三项。不自信了，这什么不自信了，他都跑了，他有没有 R 我都不知道，完事我上去送他呀。完事我一上他有 R， 哈哈哈，真菜。这波不打，哎，可以打呀！我们十一级，别急啊，在这里等着来。我们先杀宝石啊，省着宝石有大，双杀，杀卡杀。没事，这回杀咖喱哦。
哎，挺能秀，问题不大。打峡谷。奥恩也死了，我这直接一波三个人头起飞。都不要啊，那给我吧。把中路塔拔了。拔一个塔是不太好啊，感觉应该小龙的时候把这放了。我们来个水银海，一个小木锤，出门。不急，他有大卡。右边支援一下啊！这波吸血鬼这个位置确实有点差。先杀嘎里奥。呀，我这奥恩搁这儿呢，早点崩啊！上个奥恩跟个雪人儿，你要打龙啊？打龙可以啊。你晕也没用啊，你要把这努努杀了呀。哎呀哈哈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让人晕了。能跑吗这？哎呦可以。截住他们。哎，这嘎里奥居然不一走还往回一，我属实是没想到。给我吧。ADC 不搁这射箭的吗？这 ADC 不在这望远的吗？那我就拿了呗。再说近的英雄拿红，你们觉得有用吗？我觉得没用。追一手。他拿红的收益太小了，他攻速不快的话，他拿红有什么用？而且他出的还穿甲装，你看，他出的啥玩意儿呢？他出的暗影扩建加上那个木印。得守一下中啊！我找一下这蓝枪吧。不行，得去中。这波蓝枪过去了，我赶紧过来啊！不打了，不着急啊！有红惩戒，来，这回再上。哎。记得二段 Q 不要放，这波直接放 R， 大龙可以试一试。来来来来来，那宝石没大，可以大龙。我们打龙很快，穿甲流进，头一回见，投降了。
投降啦。